难受。你那么凶干嘛呀？当皇帝有什么了不起的呀？你不就是嫌我惹麻烦，不想看见我就要罚我吗？扯什么规矩啊？还不让别人帮我说句公道话？那皇后的意思是朕是迁怒。丈儿，你这是干嘛呀？那不如这样，皇后给母后太妃做一个谢罪礼，如若做对了，朕就不罚你。做就做。怎么还不做？云烟，给皇后示范一下。是皇兄。请吧。我脚疼，没做对就是没做对，别找借口。我没找借口，我真脚疼。宫中礼仪繁多，皇后连这么简单的礼仪都做不好，十日之后怎么去谢秦宴面对宋亲？谢秦宴？那是什么东西啊？你连谢秦宴都不知道啊？谢亲宴呢，就是陛下和皇后答谢宗亲的宴席，连这个都不知道，还想当皇后？不就是规矩吗？学就学。你早说有谢亲宴啊！说得轻巧，你别到时候又说脚疼。那我做到了呢？那我就认你这个皇嫂。行，说好了啊，十日之内。母后，今儿这事儿是我做的不好，把你吓着了，也吓着了大家，对不住了。我认罚，快让人叫我规矩吧，我回降龙殿等着。好好好，哀家会安排的。皇后赶紧回去休息吧。谢母后。起开。他真的受伤了。说的没错，男人成亲之后果然都会变的，卑狗东西！啊，我的娘娘怎么了？是不是脚又疼了？我的脚！我去打清水，给你清理伤口啊！啊，我的这个脚啊，我太难受了，啊，我的心更难受。